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是安息日了，明天是祝棚节，那请你一定要来参加，这是神所定的一个节期哈。上帝给以色列人三大节期，那以色列人呢，他们要从各地呢，就是的这三个节期，他们要到哪里？到耶路撒冷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哈。啊，以前呢，没有高速公路，以前呢，这个没有汽车，没有机车，甚至连脚踏车都没有，那他们还要赶着。这个带着这个牲畜啊，一只牛啊，或者是一只羊啊，他们要去献祭啊，献祭要带祭物去啊，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他们每一年他们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耶路撒冷呢，又是在山上哈，虽然那个山不是很高，但是总之呢，走上去还是要费一番的功夫的哈。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欢欢喜喜，每一年三次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要上山的时候，他们就唱上行之诗啊，他们一边走一边唱上行之诗哦，这个上行之诗，那一篇一篇的唱啊，就是他们就欢欢喜喜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在这个节期的时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就是神的祝福会借着这个节期临到我们的身上。哇，弟兄姐妹，感谢神，上帝几千年他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可是当他们不守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所有的祝福就渐渐的就他们就失去了这些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在新约的我们是新约的以色列民，我们是新约的神的选民，我们也一样，在这个特别的节期，我们就是要早早来到他面前来领受祝棚节。祝棚节也就是这个所从这个吹角节到赎罪日，一直到这个祝棚节，那就是祝棚节，就是这个节期中最大的日子。就记得耶稣在那一天站起来高声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只涌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耶稣也是一样，在特别的日子他就上耶路撒冷去，来祝福那些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这些百姓。那你知道后来像这个使徒，他们也是在那个特别的日子，他们就在那边来祝福，来见证很多很多让很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读38篇哈，38篇。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读一节读一节圣经，三十三节，我们读15节，好不好？我们请你来读15节，我们把15节来读一次，好不好？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你必应允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你必应允我。你知道38篇呢？其实你读前面你就知道啊，其实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光景。哇，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在困境当中，好像四面受敌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我会不会困住呢？那感谢神，感谢神。保罗在困境当中，他依靠神，他被他到腓立比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一直在那边搅扰他哦，说这个是至高神的先知，你们要听他。哎，我在想说，哎呀，很好啊，他替我做见证呢。不，弟兄姐妹，那他们这个鬼所说的话都是不管好像很正面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带来搅扰。至少这个先知使徒先知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就受到很大的搅扰，所以保罗回过头来就吩咐那个鬼出去，结果鬼出去了那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他的主人呢，就发现，哇哦，这下子完了，这个得财力的，没有了，然后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呢，这个抓去见官，然后就被关起来。那天他们被打了很多棍呢，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做什么？他们就在那边赞美敬拜神。
弟兄姐妹后来地大震动，这个故事你知道吗？最后狱卒全家都得救。哇，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仇敌的意思就是要害我们。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在困境中做什么？他不是抱怨，他不是抗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抱怨抗拒，结果就是终日哀痛啊，终日哀痛。这些圣经这一篇诗篇前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抱怨埋怨，结果就是这样。可是保罗跟希拉不是，他就在那边在困境当中，他赞美敬拜神，结果弟兄姐妹，美好的事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赞美唱诗来依靠神，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上帝伟大的工作就在那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耶和华，我仰望你。这个大卫这个说：耶和华，我仰望你。仰望你的时候，什么样仰望？就是用你眼睛往上看，是不是？那当你的眼睛往上看，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你说牧师，我没有看到什么。用你信心的眼睛仰望你的神啊！你看见神的时候，地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就次第变色，成为朦胧。那我们为什么很难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看这个的，你看人，你就会跌倒；你看环境，你就会软弱。哇，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个大卫，他的法则是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我仰望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都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仰望他。看见疫情还是这样，整个环境啊，好像哇，这个疫苗还是预防针还没有出来。我们看见又要进入秋天了，进入秋天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第二波的反扑又会来了。那这样怎么样？要到何时也何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些就是没有希望。可是弟兄姐妹，感谢主，他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阿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的眼睛不要看这些，我们眼睛看什么？看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就会把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就是昨天我们讲到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弟兄姐妹，还是继续做我们该每一天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他应许就永远一定会成就，就是会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弟兄姐妹，感谢神，我要上求神祝福你，恩膏在你的身上。我再次宣告：耶和华啊，我仰望你，我的神，你必应允我，你必应允我。弟兄姐妹，上帝的回应你。上帝一定会回应，当你这样仰望他的时候，上帝就回应你，并且让你这样稳定的走在神的路上，上帝就会就兴起环境来尊荣你，并且叫你可以承受地土，就是你会有产业，你不会失去你的产业，你会赢得更多更多的产业，上帝赐福给你。阿们。